你带到你家去喝的时候，要洗完了还要拍假。什么原因？水啊。啊，水。对，水。阿里山的水哈，你最烂的草泡下去都很好喝，<笑>就是它的茶那个水。但是拿到家里面，我们弄自来水去泡，1斤就算5000块的茶，你弄自来水泡不能喝，所以要用山泉水，爱给你哦。 莫用自来水哦，或者用那个矿泉水也可以，山泉水是最好。各位，先有试看看，因为它非常好的。哎，你没有试，我们老师说。Thank you.
快四年了。对呀、啊，一定要到出来就一瞬间呢，想要干嘛？啊，忘记讲了，刚才很多客人在问了，芥末要去哪里买？阿里山没有种芥末了，但是你们还可以买得到芥末，是来自达邦原住民保留区阿里山乡，所以在卖店的最后面一间，它有新鲜的芥末，啊，剩下的很难买到啊、哦。啊，你们喜欢芥末的自己去看一下啊、哦。啊，精油要从后面算过来，第三间，旭日东升，不要买错了，买错了啊，没办法保证啊、哦。啊，慢慢来。我去休息，拜拜。